干干说破腹来着，都看这个。哎呀，干的呀！哎，妹，我说的地方就是这里哦。啊？在这里哦，大家吃阿妈的豆腐已经吃50年了，好多好多臭豆腐哦。阿妈臭豆腐啦？不然呢？你以为什么？你说阿妈的豆腐，我不知道吃哪边啊。就是阿妈的臭豆腐。这边啦，这边。很代表台湾的美食。 哎，阿哥，阿妈来了，阿妈你好，阿妈阿妈，你可以过来啊，我不要过来，我们来教你哦。这是那个阿妈吗？这就是阿妈，阿妈你过来弄，我们来，阿妈来，阿妈来了，阿妈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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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妈这就是你做的吗？人好，我的妈呀，有植物人啊，臭豆腐啊。 吃起来哦，好酷啊！好酷！那我要吃的是这个生蚝。朋友们，你们看哦，它的汁在里面哦。嗯。哦，海洋，海洋。哦，现在吃这个。我突然变好活泼。 一般的吊桥不是比较短一点，然后比较矮一点，太高了吧，太长了。这个吊桥它的长是260公尺，高是45公尺，大概15层楼。Oh my god！连下面的人也看起来是跟妈一样小小的。Oh my god！刺激的。 我先开始，妈妈有点尿尿了。没有电呐、啊。对。哇塞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哎，你们这里哦，好有趣。我在想象，应该没有洗澡过吧？<笑>真的，我在想象没有洗澡过。今天第一次在你们的部落里面，我要用你们的方式来洗澡，让我的头发。 发光发热，OK吗？内裤，哦，你没穿内裤。哎，朋友们，不好意思哦，我要洗个澡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哦。我等一下要带你去一个地方看房间。干嘛？干嘛？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女儿哦要开房间呢。 关掉，关掉，把收音拉低，拉低。不是啦，你不要乱听。你刚刚说的啦。我是说看房间，奇怪，你中文不好，英文也不好。英文不好，土耳其好也不好，什么都不好。刚刚说破户来的，都看这个。哎呀，大哥啊！哇塞，这就是我们的来往客的哦。我给大家看，最新鲜从破户来的。哇，大哥。 其实我们今天有鱼，有虾子，有龙虾。啊！啊啊